宪兵是领袖的铁卫队，是国民革命的内层保障。他们不但在军事上执行军纪法令和支援军事作战诸任务，在社会上更兼有司法警察的责任，而与警备警察机关的人员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他们所以能肩负如此艰巨的任务，是从千锤百炼中训练出来的。在上一集《走过从前》国军影像记忆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早期国军纪兵队矜持的训练实况，以及荣民前辈们建设台湾的艰辛历程。这一集节目中，军文社制作团队将带领大家一同回顾素有“忠贞铁卫”之称的宪兵弟兄，在民国五十年代训练的珍贵历史画面。宪兵部队负有支援作战、维护军纪和巩固治安的多种任务，所以他们对勤务技术教练特别重视。摔跤是一种徒手脚力格斗的技能，对于强身和自卫有很大的用处。夺刀的技术是使宪兵能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对持刀行凶的敌人予以制服，因此必须运用高度智慧和敏捷的动作，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改变敌我的优劣形势。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训练班长啊都是老士官，老士官要求啊非常严的，就是每一个动作要确实，如果不确实的话重来，一直到你确实为止。那个大家都兢兢业业啊，非常尊重长官啊，非常服从命令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训练出来大家都是啊非常标准的一个宪兵。哎，宪兵最起码就要勤劳，要夺枪夺刀，因为基本上我们在执勤任务的时候啊，多少会碰到这些，不管是其实坏人歹徒啊，所以我们在夺刀训练其实我们都很扎实。其实，在新生训练的四个月当中呢，几乎是天天的训练。当时那一刹那，我相信所有的学兵呢，知道很苦，但是嘛，就要撑过，就这样而已。透过画面，我们也能看到早期宪兵部队接受教阅的壮盛军容，以及宪兵弟兄们举拳、刺枪操演与指挥交通等基本技能。举拳和宪兵部队有很深的渊源，早在国军全面推行举拳之前，他们就把这种我国固有的武术作为日常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对于劈刺，他们更勤于练习，以备将来在战场上和敌人格斗，维护自身安全，刺杀敌人。交通指挥是宪兵执行勤务要项之一，每一个人必须熟练运用各种指挥动作。此外，特种作战训练也是早期宪兵训练科目之一，官兵借由战术行军进行临战训练，扎扎实实累积战斗能力，时时刻刻为保家卫国做准备。战术行军是宪兵训练的训练科目之一，出发之前司令王中将亲临现场主持立功竞赛宣誓，保证胜利成功。战术行军自下达命令后，之后搜索班及尖兵排先行出发，接着本队随后而行。行军测验要求全员全装备，于夜间选择山地小径和崎岖道路上实施，并以行军能力为测验重点，要求十小时行军40公里。
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全装备，然后满身流汗，然后鞋子嘛，那个脚泡啊，长得比葡萄还大，都是红色的。然后鼠边嘛，因为那衣服的布料不是很舒服嘛，你走到真的叫做寸步难行，已经一步都不能走了，那种感觉我们现在还能体会到。但是我们也蛮怀念这样的一个训练，让我们以后的这段人生的历练呢，不管在职场任何地方啊，坦白讲，因为经过磨练训练的人啊，事实上他的耐力跟他本身的这个毅力啊，会比较坚强一点。整军耻技，宪兵所思，民众之宝，军武之师，说明宪兵部队支援三军作战任务时，必先做好以身作则、为军表率的典范。这也是为何宪兵以荷花为代表，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神圣军种特性。未来宪兵官兵将秉持优良传统，发挥忠贞铁卫的坚贞典范和骄傲，共同为传承荣誉而努力。看完了这一集《走过从前》国军影像记忆节目，您是否意犹未尽呢？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将呈现更多军文社典藏国军早期的珍贵新闻画面，敬请观众朋友们期待。